方。哎，所以建勋是谁啊？建勋是那个黑衣服的对面的。哎，那他刚不在这吗？我们把他后来没有在。是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再来场。大家怎么抢？不行，两个吃的东西。还有什么的？好，那你不要了，拿在找别人。坐你开场，我就看见你在开场。Thank you.
Yeah.